那第三呢，他们也是一个有团队精神的人， They are team players， 他们是有团队精神的人。所以为什么保罗这样喜欢他们，就是这样子，因为他们两个都能够非常的帮到这个的保罗，他们有团队的精神。有一句话是这样子的，他讲 If you want to go fast, go alone. If you want to go far, go together. 他讲如果你要快的话呢，就一个人去啊，一个人去是最快的，对吗？但是如果你要去得远的话，你需要有一个团队。If you want to go far, go together, 要一起去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们的这个的教会哦，我们是需要每一个人的。这个的教会呢，我告诉你，如果是只有我们四个人而已呢，不够的。我们是需要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当我们这样子每个人一起走的时候呢，我告诉你，我们就能够去到很远了。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的麻伯加利山生命堂就能够成为一个更荣耀的一间的教会，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更刚强的一个教会。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的团队呢？是因为弟兄姊妹，神没有给一个人所有的那些的恩赐，没有，